满满的海鲜肉跟配料加入鲜甜高汤，这是基隆当地知名米食料理。面条 Q 弹有嚼劲，汤头还有回甘清甜口感，是大家造访基隆庙口夜市必吃美食之一，更受到外国人喜爱。不过这美食到底怎么念？顶边错，顶边错，顶边错。实际走到街道上询问民众，大家都念顶边错。不过这道美食正确读音其实是顶边嗦。不少长辈一念就是30年，第一次听到顶边嗦这个读音，也让非常多人感到很错愕。有人笑说，我从小念错到大，已经念错了30年。还有人说台语发音比较像蛇，年代久远不可考察。老一辈的可能听不懂，因为顶边错毕竟它是讲很久的语言了。事实上顶边嗦这个读音不止长辈们不撒撒，另外年轻人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。因为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就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说法。基隆知名美食顶边嗦是福州传统小吃，嗦的台语其实就念蛇，后来传进基隆才加入海鲜食材。至于以后会不会改念法，民众看法不一。我还是会讲顶边错。怎么说？对，这样比较习惯，就会改掉。哦，你会改掉？对。因为觉得大家那个可能念错，要把它矫正过来。但顶边嗦这道料理在台湾已经超过70年历史，要改似乎没这么容易。顶边错吗？不过正确读音就是顶边嗦，因此还是建议民众换一下念法，也让这道台湾美食以正确念法扬名国际。东新闻中央沈林州综合报道。血棒球魂，蛇场争霸看东森。